今天为大家试驾车款啊，满满的惊喜。大家看完这支影片啊，应该会跟我一样有所感啊，因为 Infiniti 终于有一次比较大幅度的改变的产品，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 Infiniti QS60。这台车不止在台湾，在北美也卖得非常的好。那今天有很多消费的资讯，包含了我的建议的选配的项目，要跟大家来做分享。首先，第一个价钱，它分为两个等级，一个是风尚型265万，一个是旗舰款，就是我们今天试驾的车款279万。另外，如果你要买到六人座，一定要买到旗舰款才可以选六人座，六人座另外再加20万，以及这台车有一个棕色内装，另外还要再加3万，所以这整个加起来300出头万。放心，没有过奢侈税哈，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这台车，完整的体验 QS60 带给你的全新创新的，不管是科技体验、舒适配备，以及整个空间，我认为它空间的便利性还是六座比较好。那你可能就要花300出头万买到旗舰款，再选20万的六座，再选3万的棕色内装。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就全新大改款的 Infiniti QX60。我们来介绍它的外形之前，先讲一些市场讯息。今年配额180台，今年会到港大概就是120到150台，在9月底已经交了40-50台了。如果你今天去展示间要去订这台车，你又希望在年底前可以交车的话，你可能只能买7座的，而且颜色可能要选一下。如果你很急的交车，去展示间问一下业代，请他把电脑打开，告诉你现在车源以及什么车色，可能还有少量的配额，你可以去买。如果你要买六座，今年是确定交不到的。整个车的造型，水箱护罩还是家族特色，而且它这种镀铬搭配的钢琴烤漆的水箱护罩呢，非常的有质感。头灯并没有数位头灯，但是全 LED， 它有远近光自动切换，但是并没有多光束。然后冠仪说很像那个钢琴按键的、日行灯的设计，包含了车头车尾都有。那因为它是标准的七座，所以你看它整个车头的线条可以做的比较丰富一点，因为它的面积会比较大。我们来讲它的车侧，第一个轴距2900mm，它的整个车长超过了5米，达到5047。上方呢，它除了行李架之外，还有很有质感这种双色的车身造型的烤漆啊。整个车窗外框呢，上下缘各有一点镀铬材质，而且在车尾的部分，就是在低柱的地方，也稍微变得比较粗壮一点。轮胎的搭配，不管任何一等级都一样，255/50R20。车门的感应钥匙只有前面两个门，然后后视镜呢，它是在门板上。通常这种大型 MPV SUV 比较不会坐在 A 柱上，所以你的前方的视野，尤其左右转弯的视野死角会大幅的降低。整个车侧比较没有什么线条，只有在轮毂有一些防刮材质，以及在门板的下方有一个镀铬材质，后面还有一个 Infiniti 的字样。那如果美规版本啊，在前轮毂这边这个灯，它是会亮的，它是黄脚灯，但是来到台湾变成一个反光镜。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两个等级，不管你有没有选六座，它在配备上的差异其实非常的多，但是它的价差却只有14万。强烈建议大家买旗舰型，就看你的需求要不要买六座，再多加20万。首先 LED 旗舰头灯还有副主动转向，这个在旗舰才有。第二个部分就是防眩后视镜，第三个都有电动尾门，但是旗舰款才有脚踢感应。在内装的部分，加热方向盘、电子室内后视镜、舒压按摩座椅，哦，这个太需要了。第二排电热椅、第二排遮阳帘、音响及空调系统，多了抗菌除臭的空调以及电离子除菌空调。科技配备差一个东西 ，QI 无线面板。以及最后一个辅助驾驶差一个地方，前方的抬头显示器，你看这些加起来14万、所以应该计算机按一下或是心里面想一下就知道，当然要买旗舰款了。我们来介绍它的车尾啊，从灯具科技的进步，在 Infiniti 上面 QS60 是最明显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啊？以前车身格局一样，但是因为是传统灯泡，所以卤素灯泡它的整个灯具面积要非常的大，很肥啊。现在你看全 LED 的尾灯，加上车尾也是有这种钢琴键盘的这种尾灯造型啊，所以它变得非常的细长，没有贯穿车尾，只差一点点，但是有贯穿车尾的 feel， 然后是全 LED 的，
宝改的下缘这个红色的反光板里面是后雾灯，没事不要开后雾灯。然后上方一样有一个尾翼，因为它要让整个车室的格局空间表现放到最大，所以它整个外观车尾的造型就没有那种酷配的流线造型了，尤其在车尾的部分。左边告诉你它 AWD， 然后 Infiniti 的字样贯穿在后尾门。我们来介绍它的动力规格，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一些市场的资讯。首先第一个，我们好久没有试驾到这种 3.5NA 了，通常大概只有日裔美规才有可能还有这样子的动力单元了，因为在北美呢，他们就是要这种大排量，他们不要 2.0 涡轮增压。 2.0 涡轮增压目前在 QS60 上面只有在对岸大陆市场，因为它是国产的，只有 2.0 涡轮增压。那我稍微问了一下原厂，台湾有没有可能也会有，原厂的回答是目前还在评估讨论中，所以目前大家看到的引擎就是这个，用配备来分两个等级，但是引擎是同一颗。这具引擎的排气量 3498cc， 最大马力295匹，扭力366牛顿米，大概就是37公斤米左右啊，通常大概就是100cc 1公斤米嘛。所以自然进气呢，经过多年之后，它的整个扭力的输出还是维持在100cc 1公斤米左右。变速箱搭配是9速的手自排变速箱，不管哪一个等级都是智慧型的四轮传动系统。那当然这种车型呢，你不用太在意或是太苛求它的油耗了。原厂公布的平均值1公升跑10公里整，如果在市区啊，1公升只有7.68公里，能源效率是4级。我们来介绍它的空间机能，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卖点了、因为7座嘛，什么都大，有脚踢尾门，哔哔哔三声就开启了。开启之后，我们现在把三排座椅都独立的归位，后面还有一点点空间，所以重点是在第三排收折和没有收折的情况下，它的容积会完全的不一样。然后两侧各有一个很便利的挂钩，以及在左边这边有一个按键，它真的是很贴心哎。你在释放的时候，因为很轻松嘛。左右两侧黑色这个拉杆，你要拉下去之前先把头枕放下去，那你是不是倒平很轻松，对不对？费力也是在拉起来的时候，你看旁边这边这个按钮按下去，电动的，哇赞的，你只要稍微再把头枕归位一下就好了，或者是椅背的角度再调一下就好了。所以你看北美市场要的东西就是这些配备，这些配备如果正好得你心，这台车就是你的梦想车。然后后方帐板下方打开打气机补胎剂，已经现在都没有备胎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电源供应，空间机能来说，我认为是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境界了。我们来量它第二排的座椅哦，你看它这个车门的关闭的扎实程度非常好，但是没有自动吸附。打开之后，这个开口是非常友善的，年长者进出，我就是年长者啊。进出车门的便利性会非常好，但是要进去之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试的是6座的。我常常讲一句话，舒适的6个人远胜过拥挤的7个人。可相对的，如果说中间这第二排座椅是3人坐的，它就没有那种独立座椅的一些便利配备。所谓便利配备的时候，第一个，虽然第二排座椅都没办法电动，但是有一个一键倾倒可以让你进出第三排很便利，在这里有一个圆钮。按下去之后，你看马上就变这样了。然后你进出车门的开口这么大，等一下我们再来示范第三排。那你归位的话，就椅背往后推，这样就回来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椅垫前后滑移，你看它滑移幅度也是10几公分啊。然后再来就是椅背角度的调整。好，我坐上来好了。坐上来之后，前方是我的坐姿哈。膝部空间你看到没有？两个拳头整啊。虽然巨燕是头部空间也还有一个拳头，所以你坐在第二排不会有那种很高容易晕车的感觉。然后你看它后面门板这个 BOSS 的音响的喇叭设计也是好棒的，这个好有设计感，我好喜欢这个设计。然后后方有手动的遮阳帘，整个门板的设计跟前面一样，并没有因为是后门板的偷工减料。哎，我们之前是哪一台前后门板不一样？是哪一个？我常来骂哦 ，Focus 福特，你的车对不对？后面门板是烂的，前面是好的，对不对？你看第二排我说的6座的便利配备就在这里，两个杯架，后面还有一个置物空间。空调系统是3区的恒温
后面也可以调整的风量啦、而且后面还有电热椅，可惜没有通风椅，上面有一个空白键、这应该是可以选的，可是在台湾可能原厂觉得不需要就把它拔掉了，这个应该是通风椅的开关，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Type-C， 还有一个 USB 充电，以及一个可以供应最大150瓦的电源供应，而且是传统的插座、所以这个也很贴心的，不能用吹风机啊，吹风机太大了，可是一般简单的电脑的充电应该是可以，然后你看它椅垫滑移哦，我就算滑到最前面还有两个指头，头部空间一样，但是我往后滑，然后椅背稍微倾倒，我可以倒到这么，可以倒成这样子。如果没有支撑，把扶手移下来，就这样。但是这个扶手啊，如果角度可以再稍微下潜一点，因为两边的高度不一样，看到没有？如果椅背弄到正常的角度，两边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我说六座和七座第二排座椅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来，燕琪来，第三排来，交给你了啊。你后座这样进得去吗？不行。好，那我挪这样子。这样子，还不错，还不错。然后你的膝部，我看我如果做到，我不要牺牲自己哈、我们就正常的。好，我如果这样子，这样子我可以接受了。你后面有多少？这样子我大概一个拳头要三个指头。这么多？那给我三个指头。这样子呢？刚好一个拳头。刚好一个拳头哦，那我前面你看，我前面也是没有，我前面不到，我前面也是三个指头。头部呢？头部的话，大概快一个拳头。后面没有 Isoface， 前面这边有两个，对，这边有两个。有一个，为什么它只有设单边啊？所以有三组 Isoface， 有没有杯架？有，那边有两个，这边有没有？有，也两个。有没有充电口？有，有一个 USB。那边有一个传统 USB 吗？所以安全带系好，第三排是竖起，而且第三排头顶上面有出风口，它的出风口全部在头顶哦。第二排是在头顶哦，但是第三排没有办法控制温度，所以你如果说第三排，你可要麻烦第二排的乘坐者帮你调一下温度，风量调大一点啊。所以你看三排座椅，它的整个舒适性它都有兼顾到，很多七人座第三排基本上它是做个样子给你看的，反正你也不会坐，而且很多都折起来。但是以 QS60 来说，第三排座椅以人为出发点，考量到很多比较贴心的一些舒适配备。我们来介绍全新 Infiniti QS60 的内装哦，它是第一台全新系统的 Infiniti， 未来可能在5055吧，小改款和大改款，包含了房车也应该会用这样子一个设计。首先气囊数10颗，通常正常的6颗，再加上膝部正副驾驶各有2颗，以及后方乘坐者各有2个侧面的胸腔气囊，所以总共是10颗气囊。那包含了达到 Level 2， 这也是第一台。Infiniti 之前啊，在 QS50 上市的时候，在2018年吧，当时曾经有说，就是在北美贩售的50，它有方向盘是线传控制的。那因为线传控制，它可以很精准的去做车道的居中维持。那个时候在北美的车主心目中的评价非常非常的高，当时的 Infiniti 一定要搭线传控制的方向机，才有办法达到车道居中。不过在今年后来改了。也就是说传统的方向机柱也可以做到车道居中，那 QS60 是第一台，那未来其他车型会不会有，也会，但是不会这么快啊。那整个 T 字造型啊，我觉得 QS60 就像一个移动的豪宅啊，你看它所有东西都做得很厚实，包含了这些皮质，这个要另外选配加3万了、这个橘色的皮质几乎包覆了所有的中控台，包含了侧面的门板。我喜欢它几个设计的重点，我先讲细部几个地方。第一个，前门板这个 BOSS 音响的喇叭，它的设计和整个门板的结合性哦，我认为非常棒。第二个，这个排挡杆，线传控制的排挡杆，往后推再推一下是 M， 然后如果打到 P 档是前面这个按钮 ，R 档出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倒车 CCTV， 整个360度环境。那如果说你要改变它的话，你碰这个萤幕是没有用的，你变成要去碰哪里，在变速箱不管后面这个旋钮的后方有个 camera，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改变了。但是它改变只有几个，右下的后方的镜头。那如果说我把它拨到前方，会变前方？会，它会变前方镜头。所以算是一个蛮便利的一个配备的。另外还有一个 CCD， 就是这个数位的车内后视镜。我很讨厌这个后视镜，
不管是 Lexus 新上市的 RX， 或者是我们今天试驾车型，现在好像慢慢它变成标配啊。我为什么讨厌啊？台湾晚上车多，摩托车多，所以它会造成很多残影，因为它毕竟它还是一面镜子。那这面镜子它还是会反射后方的影像，那加上 CCD 照射出来的影像，它两个会重叠，再加上很多人开车喜欢开前雾灯，或者是改装成大尿灯，它就完全会影响到这个 CCD， 包含了残影的重叠率会更高，所以我宁愿把它拨到这样子传统的这个后视镜，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习惯传统后视镜。我们人类开车几十年、上百年了，我觉得传统后视镜已经可以足以应付大部分我开车时的后方视野的需求。那接着我们来讲前方这个数位主机，当然内建的无线 Apple CarPlay， 但是它没办法满版。我们刚刚做了一些设定啊，甚至跑到它的系统里面去做设定，它在这里客制化选单进去之后，你发现它没有办法关闭，它要么是音讯，要么数位时钟，要么类比时钟，它就是没办法关闭。不要管它有什么功能啊，重点是它都是繁体中文啊，所以你很容易的可以去做基本的一些设定，包含了因为它搭配了 BOSS 的音响啊。我想很多人对音乐需求很高的人，可能就会做一些他一些音源的一些低音高音的设定。然后下方黑色面板上面有非常多的按键，大部分控制的都是第一个选台，第二个空调系统的设定，第三个左右冷热通风椅，这个太赞了，在北美上市的车应该都有冷热通风椅，因为北美太热了。第四个，它还多了方向盘的加热功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稍微往北边一点的话，冬天下雪的几率非常的高、啊、不过看似这个面板都是触控，其实不是，它都要按压，所以你轻轻的去滑它去点它是没有用，你都要去按压一下，它会有一个回馈的力道。然后在下方，这是我最喜欢这个基座，第一个很厚，因为北美的关系手粗，所以它很厚，第二个所有的功能在这上面几乎该有的都有，而且它是双层式的，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置物空间，然后 QI 无线充电里面还有一个 Type C， 一个传统 USB， 而且你手机放上去之后，它有一个橘色的灯号在那里。后方两个杯架，左边的话基本上行车模式它分为几段啊？驾驶模式有五个选项，包含了一个自定的选项。变速箱本身不能做手排的切换，你只能切换到 D 和 M。你要做手排的操作，还是要透过方向盘后方的换挡拨片。然后后面有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Auto Hold 只要启动按一次就好了，熄火再上车还是有的。内循环，空气内循环也是一样，按一次就好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灯，它没有多光束，但是它有远近光自动切换，也是一样按一次就不用再去做设定了，不用每次发动还要再去按一次。然后后方的扶手是看似对开式，因为中间有一个车缝线嘛，其实它是骗你的，按下去它是上掀式的，里面也有一个 USB， 还有一个传统电源供应，以及都有绒布的降噪功能，这边有对不对？还有一个地方在这里，眼镜盒里面也是有降噪的功能，非常的贴心。然后黑色的车顶棚，当然所有的灯该有的都有啦，化妆灯什么都有。然后上方有一个全景天窗，包含了电动遮阳帘。两张座椅都有电动椅、电动腰靠，而且有两组的记忆装置。我超喜欢它的电动腰靠，为什么？你知道，它可以收缩到没有，凸出来到你怀疑人生啊。这种腰靠最好，像我非常讨厌电动腰靠，它缩回去之后就完全没有。我要再讲一次 BMW iX， 电动腰靠有调跟没调一样，再怎么调还是凸出来了，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座椅的设定。不过很可惜少了一个大腿的支撑的延展的调整，手动和电动都没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电动椅调整的前方这个面板上方啊，其实你这样就看到了，有个按摩椅按钮，你按下去之后，它有按摩椅的功能呢，它可以怎么样？看一下放松腰部支撑，哦，太赞了。虽然呢、啊，引擎是 NA， 哦，因为北美市场要 NA， 可是你看它的配备，它并有告诉你每一个要选，选完以后就破奢侈税。这些你看配备加起来，如果你今天换到是德国品牌，要花多少钱？但是你今天是在北美的日益玫瑰品牌，你就只要花几乎三分之二的价钱，就可以享有这么丰富的配备。哇、哦，它这个按摩椅，它不是很单纯的，像 B&W 就是这样推。推哦，它有那个哎，它有渐层式的，哇，这个按摩椅好赞哦！哎呦，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哦，它有三段呢、啊，提振腰部那个比较好，然后整个仪表台、后视镜的位置
哦，包含了整个 A 柱，还有前方前挡玻璃的视野呢是非常开阔的。唯一一个我稍微觉得有点纳闷的就是这个，它这个应该是它所有的辅助驾驶，包含了灯光，包含了自动雨刷的 sensor 都在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基座，但是我认为它的 Level 2虽然是达到了，不过它有两个地方，我是建议原厂未来可以跟日本母厂好好的沟通建议一下。首先第一个 ，ACC 前方车辆的判读的时间还有距离，不够敏锐，不够灵敏。也就是说，它发现前方有车辆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比较急的刹车的动作。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么大的基座，其实可以放多放一些 CCD 做到三车道的侦测，它也没有，它还是一车道而已。以及路标侦测啊，不过还是 Level 2的辅助驾驶。然后方向盘上边的按键的右边主要是控制辅助驾驶，包含了车距三段式，包含了车速，包含了电话的接听，包含呼叫 Siri。左边的话，大部分是控制前方的仪表板。你在 OK 上面这两个箭头左右任意的切换，它有分为七大项，全部都是繁体中文，所以你很容易去了解和判读。你按到任何一项之后，你只要发现这个中间这个页面它有那个点点的，像这个有三个点，就表示可以滑三个地方。像这个它会显示扭力分配、四轮传动的、燃油的消耗以及四个轮的胎压，然后旁边有音量大小声，包含了选台。然后你如果拨到右下角这边有个页面的设定呢，它可以做更多的前方数位仪表的页面的变化，包含了主题，你可以做任意的改变。哦，像这个，哦，这好炫哦！哦，它这个仪表的解析，第一解析度很好，第二丰富程度很棒。再来一个部分就是你的视觉上会觉得非常的有科技感啊。前方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抬头显示器一键关闭，在方向盘左边有三个按键，一个是后方的电动尾门，一个是你可以关闭转向辅助系统，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前方抬头显示器，有个车前面有个惊叹号的。两张座椅除了电动椅之外，通风椅，还有一个就是它方向盘也是电动调整的，加上方向盘具备了加热的功能。所以你花大概，如果你选六座的话，加上这个30000块的内装颜色搭配，300万你可以买到一台日裔美规几乎满配的七座或六座，应该讲六座，因为七座没那么贵啊，六座的 SUV。现在正好我们在国道一号，正好碰到塞车，也正好可以试它的 Level 2的辅助驾驶啊，这是第一台哦，因为以前都没有车道居中。那它仪表板因为前面都是全中文化，而且繁体中文，所以你很容易，你大概开个5分钟、10分钟使用一下，你就知道怎么用了。它没有很复杂的操作，在方向盘的右边这个蓝色的这个圈圈啊，按下去之后，仪表板前面会出现一些繁体中文的显示啊，包含了车道，包含了前方，全部的设定呢，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去掌握，甚至包含去操作，开个一小段就有办法做很完整的设定了。前方车辆三段式的跟车距离，像我现在设的是第二段，所以它是两个弧形的绿色的圈圈。左右两侧车道偏移警示，它是亮绿色的线条，然后在左上角有一个绿色的方向盘，就代表它完整的启动了。然后加上右方右上角有一个，就是跟方向盘上面一样，这个蓝色的符号，就一个车子包着蓝两个蓝色的圈圈，代表你享受的就是 Level 2的辅助驾驶了。然后车色的盲点呢，它的盲点的显示是在镜面上的，像现在旁边如果有车，我打方向灯，结果它不会亮，为什么？哦，亮了亮了，旁边这边它比较近啊，侦测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胎压打是240哦，不过这240在后面还是太跳了。在一号高速公路呢，从内湖到圆山这一段，因为它很多都是有桥梁连接，所以它很多伸缩缝，过这个伸缩缝啊是可以很明显的去判断你四个轮的胎压是不是正常。前面因为有一颗很重的 video 引擎，所以没有问题。不过后面240真的太跳了，在220就可以了。它的整个内装的组装的扎实程度表现很好啊，所以你在行驶过程中，防火墙因为 NA， 所以它没有什么噪音，加上六缸，轮胎滚动的噪音呢也很轻微，所以你在车内这个移动的过程是很宁静的，就好像豪宅一样。你看它所有的内装配件啊，包含了所有的内装用料啊、皮质啊，这个要30000块再选配的这个皮橘色的这个皮质，以及中央安座这么的肥大，这个就真的是北美市场的车子。你看我们两个靠的
毛都不会碰到，看到没有？还好你的手毛没有很长。买这种日益美贵的车子，不管是 Infiniti 或 Lexus 都一样，它的主要市场就在北美。你看，我们讲 Infiniti， 日本一个厂，北美一个厂，好像在田纳西吧，然后墨西哥一个厂，再来一个厂在哪里？对岸的大陆。所以它这四个厂就供应它的主要市场：北美、亚洲还有大陆。那它的主要市场发源地是在北美，所以北美的消费者他就是要这颗 3.5 V6， 他不要 2.0 可变压缩比那颗。可是在台湾不一样，台湾要的是 2.0 可变压缩比那颗其实就够了。可是并不是说 NA 不好啊， NA 现在不是主流，可是 NA 的好处是什么？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不是每一个人开车都是老手，对于新手驾驶来说，你最惧怕的是什么？油门的深度掌控不好， NA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 NA 的油门深度容错率会很高，所以你多踩 10% 的错误，不管是深浅都不会让你有惧怕感，哪怕你开的是这么大一台车子。然后加上现在数位科技辅助驾驶一直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更新，所以开大车没有以前开大车那种惧怕感。我辅助驾驶设定好双手紧握的方向盘，哪怕今天它是一台七人座的 SUV， 可是你开起来呢，它整个轻松的程度，还有就是整个开起来的质感表现啊，跟十几年、二十年前那个时候这一颗引擎当红的时候来比较的话，现在的开车真的是一种享受了。加上因为现在车比较多，开在马路上塞车的几率高，所以你在车内待的时间就变长。待的时间变长的情况下，这些豪华舒适的配备，不管是质感、音响、方便性、Apple CarPlay 这些整个结合起来，和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比起来，那个时候的七座 MPV 或 SUV， 和现在的七座 MPV、SUV 比起来，真的是两个世纪的差异啊！不是二十年的差异，是两个世纪的差异。哦，这也是为什么这台车在台湾，不要说在台湾了、在对岸大陆、在北美会这么热销的原因，不是没有道理。尤其在北美卖翻了，所以台湾今年一整年的配额也就大概是200台左右，今年会到港的就是那么120台。那也恭喜在9月底已经交车的第一批车主，好像交了50台。这50个车主呢，你现在正在享受的 QS60 所带给你在移动过程的质感以及舒适性。